讲到茶山世贸洲际酒店，不是人人侪晓得。但是侬假使讲深坑酒店，那基本上上海人侪晓得。能够在我们地下80多米建造这么大一个度假型的酒店，非常不容易。以前呢，想要来参观一下，都得花3000多块钱住上一晚才能进来看得到了。今天人均200块钱，在这里您吃好玩好拍好了啊。搿只被称为世界建筑奇迹的酒店，交关人侪想进去看看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两个人只要过去吃一顿自助午餐，就好深度体验搿只深坑酒店。有烤羊腿、烤鸡、鲷鱼、富鲍鱼、八爪鱼、石鱼、牛排、羊排，有新西兰进口的青口贝、花螺、翡翠螺、鸡尾虾，海南有鸡饭啊，还有水果呀，以及热菜东南亚口味的啊，还有冬阴功汤口味的一些小海鲜，还有到我们一些炸物啊、甜品啊。您在外面吃的这里会有色香味俱全，嘎嘎香。您入坑了没有？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